标题国风番剧戏江湖开放结局收官，由邹四维执导，陈信哲、郑晓红、张文玉、刘荀子墨等主演，京剧名家裘继荣特别出演的原创新国风跨次元番剧戏影江湖，今日发布了一组张文玉和刘荀子墨的剧照及海报。剧照展示了少年时期的白泽明、张文玉是与夏末、刘荀子墨是，而海报中两人背对对方，一个眉头紧锁，一个眉毛轻挑，似乎都在暗示着结局走向。戏影江湖今晚将收官，今日上线的大结局中，夏末、刘荀子墨是通过次元实验成功穿越至二次元，假扮炎黄郡郡守兔爷，与白泽明、张本玉是再度相遇，双方却面临剑拔弩张的局势，次元大战一触即发，而画面却戛然而止，转到了三次元机场，并表示通往二次元炎黄郡的新航线已开通，似乎在为第二季做铺垫。开放式结局，暗藏玄机，戏影江湖自上线以其脑洞大开的故事，别致新颖的题材形式取得了观众的认可，还获新华社高度点评。当红明星打 call 助阵导演邹四维表示，